我们民族的名字是自己的名字和爸爸的名字连在一起，所以组合起来，我的名字叫做多尔汉·拉奇尼。多尔汉在塔吉克语中的意思是红花，爸爸拉奇尼在塔吉克语中的意思是雄鹰。爸爸最喜欢一首歌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每当巡逻休息的时候，爸爸就会把这首歌唱给战士们。我相信爸爸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起我。Gül seyzir dirangrış Seyzir dirangrış Ey dirang batav Dirang batav jürş çençuk Dici bar yot yos ordan vi rüşt vahhi。我想如果爸爸还在，他一定会继续守边40年，守护我们的家，我们的祖国。可是在2021年1月4日，我的爸爸为了解救一名落水儿童不幸逝世。这就是我的英雄爸爸。我亲爱的爸爸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长大了要当一名军医。既是医生又是军人，我也会回到红旗拉普。到那时候，鲜艳的红花与展翅的雄鹰一起守护我们的家，守护我们的祖国。多尔汉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是吧？不是，还有我弟弟。还有弟弟，来，掌声有请拉迪尔。